在荧幕前面的各位医师，大家好，我是杨家瑞医师，是亚东医院感染科的主任。那目前是亚东医院是在台湾新北市的医学中心。我今天要跟各位讨论的是 DTG 用在有治疗经验的病患中最佳使用。那这是我的揭露。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关于这个使用。 那主要的大纲是先谈谈 DTG 它基本的耐药性的屏障，那以及在有治疗经验的病患当中使用 DTG 的话，它稳定状况下转换的适合的研究，那以及在病毒治疗失败的状况下去做转换。那病毒失败的状况下做转换，其实是更强调 DTG 它耐药性屏障的优势。 那在这里面主要会以三个研究来当做它的代表，最后我们会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都知道，在治疗 HIV 的感染者的话，那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维持长期而有效的病毒的复制。那要维持长期而有效的病毒的复制呢，这里面其实主要有三个构成的成分。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能够有足够高的耐药性屏障，来抵抗抗药性，或者是让它不会产生病毒的耐药性。那第二个主要的成分来自于药物的安全性，那可以让我们的个案他有办法稳定而持续的接受药物的治疗，而不会觉得有因为一些不舒服会中断使用药物的状况。最后还需要长期。 而稳定的配合服药的时间，这样才能够达成长久而有效的病毒的控制。因此，为什么在已经有治疗经验的个案，我们会去考虑转换抗反转录病毒的这些处方呢？最主要有几个原因。那假设是已经病毒控制良好的个案，多半不外乎是简化药物的颗粒数或者是频率。 那也可能会因为它对于旧的处方有一些副作用的感觉，导致它耐受性不好，所以要去改善这一点，去跟临床医师讨论去做药物的转换。那第三个可能常见原因是避免或者是要减少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举个例来说，可能新跑出一个结核病的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会需要。 我们要去把已经稳定控制的药，病毒所服用的药物去做一个有效的转换去减少跟其他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第四点是为了要避免食物和服药之间所产生的交互影响。那还有比较少见的状况是在于，比方说女性她怀孕了，那可能会需要去调整药物，因为有的药物不适合在怀孕的时候服用，或者是预备。 她准备要怀孕的时候，那有些药物会需要担心会不会有致畸胎的可能性，因此要做药物的调整。那当然，在肝癌当中也有提到一点，如果是为了要减少药物的花费的话，那这也有可能会是考虑转换的原因之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当我们的病毒治疗失败的时候，那临床医师也会考虑做抗病毒药物的一些转换。 那就最后一点而言，如果当病毒治疗失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这直接牵扯到我们如何最佳化的去组合出一个有效的处方，让它具有高的耐药性的屏障，同时又能够有效的去控制病毒。那主要的原则可能在红框框当中，其实有秀出来。那我们的原则是至少应该要使用两个。 而最好是三个完全有效的药物。那任何的新的处方要去治疗病毒治疗失败的状况的情况下，都应该要包含至少有一个是完全有效的蛋白酶抑制剂。而这个蛋白酶抑制剂是必须要加上 ritonavir 或者是 CoBC state 所谓 boosted 蛋白酶抑制剂。那 或者呢，还要再加上一种过去没有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种类，或者是药物，例如整合酶抑制剂，或者是 NNRTI 去组合出第一个原则当中
至少两个，最好是三个完全有效的药物。那在第二点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附注，那如果不使用蛋白免疫制剂的话，那就可以考虑替代性的去使用 DTG。 那当然前提是 DTG 必须是完全有效的，再加上最佳化调整过的 NRTI 当做一个骨架的组合。那在这个骨架组合当中呢，至少要有一个 NRTI 是完全有效的。那如果少于两个完全有效的药物可以组合，那当然是考虑延后改变，除非临床上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怕它会快速的恶化，于是我们就可以考虑这时候目标调整成为延缓免疫功能的恶化速度。如果选择有限的话，那当然可以考虑加入临床试验去使用新的药物，但是要避免出现功能性单一的药物治疗的情况，那我们把它叫做 functional monotherapy。那也可以考虑有一些新药，就像是单株抗体，或者是新的 attachment inhibitor， 像是 fostansavir。 那其他的原则呢，当然不建议治疗中断，那就是调整出一个有效的处方。如果有较多选择的时候，应该要尽可能的以简化处方，或者是比较少的药物相关毒性，比较少的药物交互作用，或者是保留未来可以有的选项为主。而这一点其实就会连接到前面所提到的 DTG， 因为整合免疫制剂在目前已知的状况之下，它其实会有较少的药物相关毒性，也有较少的药物的交互作用。那因此这就牵扯到我们前面最重要的耐药性的一个稳定转换的状态之下，那么最右边最右上角的地方，我们会看到有 Darunavir 跟 Lopinavir 都有 booster 的状况之下，这个是蛋白免疫制剂当中具有相当理想的一个抗药性屏障的。但其实 DTG 也跟蛋白免疫制剂有比较接近的耐药性屏障的状况。那在这一张投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合免疫制剂在几个不同的成分当中，我们有所谓的第一代整合免疫制剂 Ratutrelvir 跟 Alvitrelvir， 以及第二代的整合免疫制剂 DTG 或者是 BIC。 那么在出现主要的抗药性 的基因位点的时候，那如果是第一代的整合免疫制剂，可能无法达到有效抑制病毒的能力。但如果是第二代的整合免疫制剂，像是 DTG 或者是 BIC， 其实可能就会需要累积至少两个或者是三个主要的抗药性的位点，才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物治疗的效果。换句话说，这代表的是 DTG 跟 BIC 它的耐药性的屏障其实是相当的高的，那也就有助于我们在稳定转换状况之下去治疗患者，或者是当他面临治疗失病毒治疗失败的时候，可以去协助他重新有效的控制病毒。那因此我们来看看在有治疗经验的病患当中使用 DTG 的状况。那在稳定状况之下，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研究是 Striving 的研究，他探讨的是在病毒控制稳定的状态之下转换成为 DTG、3TC 或者是 还加上 ABC 的单定药物。那这是一个第三期的随机开放的临床试验，在个案过去没有经历过任何治疗失败的状况之下，一组转换到 DTG、ABC 跟 3TC 的单定药物，另外一组呢则维持原来的处方24周左右，然后再做药物的转换。那在原始的处方当中呢，不管是 NNRTI 蛋白免疫制剂或者是整合免疫制剂，其实大概都有一定 的量。那主要的骨架呢则是 TDF-FTC 占了 77%。 当它进行到24周，也就是主要分析 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转换过去 的抑制病毒的情形呢，在 DTG 加 ABC 加 3TC 这一组是 85% 有效的抑制，如果维持原来的处方是 88%， 在追踪到48周之后仍然维持有 83% 能够抑制病毒的状况。更重要的是看中间
病毒没有任何反应 的情形，就是通常指的是病毒量会超过50个 copies per mil， 那不管是转换到 DTG 相关处方或者是维持原来的药物，大概就是只有 1% 左右是会出现病毒可能治疗失败的状况。而如果仔细去探讨个案，那病毒量会超过50个 copies per mil 的时候，在追踪其实就会发现它的病毒量会重新有效的被控制下来，而没有任何一个个案它会符合临床试验所设定的病毒治疗失败的标准。那这个标准指的是连续两次会出现病毒的 RNA 超过400个 copies per mil 的一个情况。那在病毒稳定状态下转换的话，那在今年的10月份其实有一个96周的资料是关于 Tango 的研究，那更进一步的去探讨从没有任何治疗失败的一些个案，那转换成为两种药物合并的处方，同样的是以 DTG 为核心再加上 3TC 组合成一个单定的药物，那转换过去之后，那另外一个维持原来含有 TAF 相关的一个处方，追踪到48周以及96周。在这个临床试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到了第96周，那 DTG 加上 3TC 这样合成一定的一个处方呢，它的效果也并不会比 TAF 相关的处方要来得更差。到了96周，我们可以看到有效抑制病毒的状况，在两种药物合并的这个组别呢是 86%， 那如果是用原来的 TAF based regimen 呢是 79%， 那整体的分析其实会看到的是DTG 良好。那同时呢在 intention to treat 的分析甚至有比较优于TAF based regimen 的一个效果的状况。那我们去分析，如果在病符合病毒治疗失败，或者是说符合病毒控制无效必须要退出临床试验的状况的话，在以 DTG 为主的这一个组别当中呢，不管48周或96周都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个案是必须要退出的。那如果是 TAF 相关的处方呢，那则有到96周有三个是符合病毒控制无效而必须要退出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不管是 Striving 的研究或者是 Tango 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当 DTG 作为一个核心的有效的处方的时候，稳定转换 的状态下，它其实是可以协助个案维持长期而有效的控制病毒的情况。那如果是另外一点更主要的是病毒治疗失败的状况下来做转换的话呢，其实会有三个比较主要的研究，其中第一个是 Donin 的研究，那另外有两个是跟整合免疫制剂有相关的，是 Sadin 或者是 Viking 3的 study。 Donin 研究呢，它其实是在探讨在以第一线处方如果是含 NNRTI 的组合的时候，一旦面临病毒治疗失败，那它只要没有经历过嵌合酶抑制剂或者是蛋白酶抑制剂，在 指引的建议当中其实是会建议以蛋白酶抑制剂为主要的组合加上两个最佳化的骨架型的 NRTI。 那因此这个要探讨的是，那 DTG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核心的处方取代蛋白酶抑制剂来控制已经病毒治疗失败的个案。那这是一个国际的合作的研究，那在除了南非、秘鲁、乌克兰、巴西之外呢，在亚洲也有泰国跟中国的加入，大概都各有 8-10% 的个案在这个临床研究当中。那在原始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治疗失败当下 HIV 病毒量超过10万以上的，大约在两个组别当中都有 20% 左右。那这个 Donin 的研究最主要的研究发现，他做了其中的分析是进行到24周的一个中间的分析，结果就已经发现了以 DTG 为主的这个组别呢，相较于蛋白酶抑制剂
是 lopinavir ritonavir 这一个组别，成功而有效控制病毒的比例是 82% 比 69%， 所以远远的在 DTG 这一组会优于以蛋白酶抑制剂为组合的这一组。那如果是符合病毒治疗失败的这个部分呢，那 lopinavir ritonavir 这一组会特别的高，远高于 DTG 这一边 的一个状况，甚至在符合病毒治疗失败的时候， DTG 的这个组别没有发展出任何跟整合酶抑制剂或者是 NRTI 相关的抗药性的点突变。那在 lopinavir ritonavir 这一组呢，只有三个人发展出是跟 NRTI 相关 的抗药性的一些点突变，这个意味着 DTG 有相当高的耐药性屏障，并不比蛋白酶抑制剂差，而且能更有效的去保护自己以及跟它搭配的骨架型的药物。那如果在副作用上面的表现， DTG 更优于 lopinavir ritonavir， 那跟药物相关的副作用明显的减少一半以上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研究呢，它进行到24周就终止了，那主要是两组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它就没有再追踪到48周。那如果是另外一个 study 是 Saline 研究，那它在探讨的是一个随机分布的双盲而且non-inferiority 的第三期临床研究，探讨的是DTG 跟 Ratutrelvir 在病毒治疗失败的况下，那只要这个个案没有曾经使用过整合酶抑制剂的话，那么就纳入这个临床试验。那主要是分成DTG， 那再加上最佳化的 backbone， 或者是 Ratutrelvir 加上最佳化的 backbone 进行它的临床研究。那预计是分析48周左右的一个结果。那么追踪到48周的时候发现 DTG 它抑制病毒 的情形呢，明显的优于以 Ratutrelvir 来搭配最佳化的 backbone。 那在48周的时候，病毒抑制的比例是 71% 比 64%， 而这两者之间的统计的 p-value 呢，它有达到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差距。那除了有效抑制病毒之外呢，在真正病毒没有很好反应的时候产生抗药性的比例，在DTG 的这一组也只有 1%， 但是在另外一组呢，只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出现抗药性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是骨架的组合呢，也会看到耐药性的比例出现在 DTG 这一组是 1%， 在Ratutrelvir 这一组呢则是 3%。 那也因此会发现 DTG 其实是一个更强效的核心的处方，相较于早期的第一代的整合酶抑制剂而言，它会更有效的去抑制病毒。那还有一个主要的临床试验是 Viking 3的 study， 那这个探讨的是 DTG 用在已经使用过其他整合酶抑制剂但是又治疗失败的一个情况。那也因为其他整合酶抑制剂在 DTG 之前呢，主要是 Ratutrelvir 或者是 Alvitegravir， 那这个都是比较倾向于是第一代的整合酶抑制剂，耐药性屏障比较低的状况。一旦病毒治疗失败超过500个 copies per mL 的话，那么就纳入这个临床试验，同时就以 DTG 增加一倍的剂量变成是 50mg BID，那加上原来失败的处方进行了8天以后，再转换成为以 DTG 50mg BID 再加上最佳化的一个骨架的组合，再持续进行后续的研究以及分析。那在这一个最主要的研究进行到24周，同样的它最后也是终止在24周，因为已经显示出相当良好的一个结果了。那整体而言呢，是 69% 的个案它达到病毒有效的控制。那如果原始它在治疗失败当下病毒量小于1万的时候，那会有 86% 在这样的治疗情形下达到最好的成功。那如果病毒量在治疗失败当下超过10万以上的话，
以这样的组合是 39% 的个案能够达到有效抑制病毒的一个情况。这很可能会跟它出现整合免疫制剂不同的基因抗药性的位点会有相关。我们会看到，如果说它没有出现 Q148 这个很重要的抗药性的位点的时候，那么抑制病毒的情形会相当的良好，大概是 79%。 可是如果出现 Q148 再加上一个其他的抗药性突变的时候呢，那么大约是会下降到 58% 有效抑制病毒的情形。那如果 Q148 再加上两个其他主要的抗药性的位点，那大概就是 24% 能够有效的在24周的时候去抑制病毒。那这个也比较符合我们一开始在 AAC 那篇文章当中所看到的，当累积两个或者是三个抗药性的位点的时候，有可能会干扰到 DTG 它的效果。那如果我们以所谓不同的抗药性表现型的状况来看，它抑制病毒的能力其实还是跟基因型的检测方式看到的很类似。如果出现一个可能的抗药性的位点，那它在表现型上面呢，大概就是需要0到4倍的一个 DTG 的 full change， 那这时候依然可以有 76% 的个案能够得到病毒有效的控制。如果当它 full change 变多了，那通常代表是抗药性的位点变多了，这时候大约会降到只有一半的个案能够有效的抑制病毒。那如果 full change 大于10倍以上的呢，那么就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个案能够被有效的抑制病毒。所以根据这些临床研究，事实上DHHS guideline 它也针对病毒治疗失败的时候做出一个整合的处理的建议。那这就是以我们前述所看到的临床试验来做出 的一个建议的处理。像 NNRTI 如果治疗失败的话，那它是加上建议是以 DTG 再加上两个最佳化的 NRTI， 或者是 Boosted PI 再加上两个 NRTI， 其中 DTG 优于 Boosted PI 应该要当作首选。那如果是整合免疫制剂治疗失败的时候呢，除了可以考虑以 Boosted PI 再加上两个 NRTI 来当作组合之外呢，事实上也可以考虑以 DTG 再加上两个 NRTI。如果是整合免疫制剂失败，那同时有整合免疫制剂的抗药性的位点的时候，那么 DTG 应该要把它的剂量增加为一天两次，也就是50mg BID 的状况，去搭配一个最佳化的 backbone。 因此最后做个总结，当 DTG 在已经有治疗经验的个案当中，很大的优势是来自于自身的耐药性的屏障，它可以维持病毒的有效控制。除了这一点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优势，来自于较少的药物交互作用、高耐受性以及较少的代谢方面的影响，这些都有利于它当作已经有治疗经验的个案要转换药物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对于 HIV 病毒治疗失败的个案呢，那 DTG 相较于蛋白酶抑制剂而言，它能够应用的优势更大。其中东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在含有 NRTI 处方失败的时候，那以 DTG 来搭配适当的骨架处方，它的效果是优于蛋白酶抑制剂的。 Celine 的研究当中呢，则显示在未曾使用过整合酶抑制剂的个案， DTG 抑制病毒的效果优于使用 Ratutrigine 的处方。若是 Viking Street 的研究呢，则在明确是属于已经有整合酶抑制剂治疗失败的个案，那只要把 DTG 的剂量提升为早晚各50毫克，那也可以达到有效抑制病毒的一个效果。那因此整体而言告诉我们的是， DTG 其实是一个相当高耐药性屏障的一个药物。以上报告，谢谢大家的聆听。